中华虎凤蝶那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，目前仅分布在我国中部秦岭山脉和长江中下游一带。每年惊蛰前后就会开始羽化、繁衍和产卵。近日呢，记者在江西拍摄到了中华虎凤蝶繁衍的珍贵画面，为研究中华虎凤蝶分布、种群大小以及种群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有力依据。 近日，在江西九江彭泽县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进山监测时，恰巧发现了一雄一雌两只中华虎凤蝶正在繁衍。据了解，江西庐山保护区内曾发现有中华虎凤蝶，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就销声匿迹了。二零一一年，彭泽县桃红岭保护区内再次发现中华虎凤蝶。 近年来，保护区对中华虎凤蝶进行立项调研和保护，通过加大虎凤蝶寄主植物杜衡的培育量以及栖息地管控保护，营造良好的栖息环境。截至目前，这里共发现中华虎凤蝶三十多只。